当他先出手对我挥拳闪过我眼前的时候，我就是才会害怕到本能的这个自我防卫反应，我是自我防卫的还手的。曼玉珍委员，你先出手打我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到我也是很害怕的呢？对我拳脚相向，谁比较暴力，其实是看得出来的。曼玉珍推完黄杰，他守在那一个走道不让人家进出，所以我才推他。你不能因为我推着你要过去，你就可以打我，你就可以赏我一拳吗？先要道歉的是曼玉珍委员吧。我其实是不喜欢大家说肢体上碰触就动不动就把这个立法院的冲突就推给司法单位，如果必要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奉陪到底。